卡宾走火引来五套围堵。大家好，我是柯金希，今天挑战小金人带随机匹配的路人开黑金门卡，结果卡宾走火引来了一对五套的围堵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能开麦吗？三号，早点撤离吧，这个素材废了。他能开麦吗？可以。狗一手打最后吧，已经失去先机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走火！他拉五级秒我们了！哎！你开枪五级秒我们了！准备打吧，让他们再往回压一压。看到了。哎呀，不想打不行的，宝贝儿。来，你再往出干拉。看到了。好的。啊！妈，有点锁锁。啊？回来了，玩几点呢？等会儿啊！老大，旁边那个屋打扰了吗？啊，我先看玩几点这个人。别往外露，进来。再来来来来，进来来，没关系啊，稳住兄弟，加血让他攻，他已经掉了一个单位了，房子别轻易漏，看到他了，给好几枪啊，这把他炸天的，是不是右手那个冲楼被你打了？对啊，跑了呀他，那他还剩一个人呗，他把他对包，还有一个八九零开外200米有一个，还有拿几点的小伙，不想打不想打，非要逼我动手。看来兄弟是主播吗？是个路人，平平无奇的做路人。我感觉这个小伙子会不会绕我们？但是他只有一个，他不可能从这窗户口突然跳出来吧？三个人拉挺开呀，架狙那小伙头也不回，直接就是拜拜。在我面前玩几点，这小伙子真行啊，他肯定在找点架，我们准备7分钟，我们需要转点，那个包给那兄弟舔完了是吧？哎，扎针有过载吗？抓不是扎上强心，但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啊，从这个地方转点的话他应该会断我们的河路，从桥那边转点不能过河，走，从桥底下走，小心点注意看啊，晚建筑群里面了，看，蹲他，你上头下下，看到他了，我过去走，他又回去了，围墙那边那个人，我能过吗？我能过这个河吗？别，哎。走，舔包走，两个人不是一个人，两个，嗯，那边围墙外围墙还有一个，不是打你那个点，他的包能舔到吗？要不能舔，舔了必死，要不然他的来去防区蹲这个包，咱无所谓，他必舔这个包，小心点四周有没有狙仔啊，哎，跟谁俩呢？都投了是吧？投保了是吧？我
我就投了枪，主要是怕带枪不保。真垃圾，走吧，这人包里面啥也没有。你捡完了吧？对呀，那直接是我捡完的呀。别大意啊，去那边扫个点。啊，你干啥呀？啊，在哪儿呢？点，我操！中心林地呀。我以为那哪儿呢？1分26秒，应该够。加枪进。嗯。